王姐今天说拿金龙虾，还有个龙凤麻辣小龙虾吃一半熟。哎，真的是女人家就是麻烦，我们先洗一半熟。处理小龙虾非常简单，不会的小伙伴点赞收藏，回去慢慢学。加哪个剪了，钩子和虾线给扯一半熟，中间这根要没逮错了。起锅烧油，加龙虾给炸一半熟。好，萝卜起锅。龙虾炸好之后，我们准备点配料，葱姜蒜就够了。葱姜蒜先给炒一半熟。今天打个简便主义，其他调料就不放了，直接放我们这个秘制麻辣小龙虾酱料。酱炒的差不多，龙虾来一半熟。我这麻辣味真的太爽了，所以说只要调料选得对，啥子菜你学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掺点水再给焖一半熟，家里有条件你可以放啤酒哦。下点配菜，可以起锅了哦。看他是不是就很有食欲，在这一分钟我只想干他一半熟。嗯，开始。味道相当不错，关于这道菜我做一个总结，小伙伴们在屋头弄起吃的时候，可以把壳和脖子，如果像我这边去吃的话，有点被哑巴。